大门窟还看无呀呢吼。德明呢是我们孙中山的普名，大家叫他孙中山孙一仙，所以呢德明大学你去查一下，跟孙中山有关系。啊、哦，普名普哪一个普呢？家谱的谱。啊、哦，所以孙中山在信义区有哪一个地方？国父纪念馆，对不对？所以国父纪念馆你是在哪里？信义区。好了，你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会不会漫游了？拿了 Google 点一下进去，你就漫游，哦，就把它可以玩完啊、哦。但是有时候你们可能没办法满足，就要像我这样讲一下哈、哦。今天十一点半可能没办法放你们走了、哦、好，先转过头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小房子。